妈的话，要听妈妈的话哦。听妈妈的话。你是辛苦的妈妈吗？你知道妈妈的辛苦吗？听妈妈的话最高兴。太棒了，我觉得这个每一次聊天啊，跟你们妈妈团们聊天都有很多的收获，然后也让更多的妈妈能来这边大吐苦水。那今天的主题呢是什么呢？高兴告诉大家，今天就是妈妈的包包大收藏。哎呦，你也知道，自从当了妈妈之后啊，妈妈包跟以前单身的包包绝对是东西会不一样。对，那现在的妈妈又会分真的 for 婴儿的妈妈包。跟自己的随身包，成为妈妈之后的包包，不是老人包啦，不是老人包，没有这回事。对，所以我们就很激动。那么激动干嘛？一定要啦，因为你知道我们还是想要保有少女。后现在出门都带尿袋了，喂，小心病好吗？小心啊，摄影大哥不要踩到尿袋哦。不要踩到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看看妈妈们的包包到底里面都装了什么东西。那当然呢，就要有三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来陪我一起搜查。第一位，我先讲他自称的，他强迫我们制作单位这样说：嘉玉鹏。哇！这个是副队长的身份，纠察队副队长，就是要看妈妈的包包里面呢都装些什么骨头。哎，你今天不是在扮凡哥哦？灯不点不亮，话不说不明，欢迎收看《分手擂台》。好好听，要有年纪的才知道。是的，那在第二位嘉宾呢，就是港湖女神哦，欢迎高嘉瑜。年纪是已经可以当妈，她照顾选民的心态像妈妈，选民就是她的女儿啦。对，然后我的同学都已经当妈妈，我妹妹也已经当妈妈，只有我还没当妈妈，然后准备中了，很想当妈妈。真的哦，你不是有新的男朋友？有对象吗？你们两个有拍到吗？我要他亲口确认。对对，不是想当妈妈就能当妈妈，是不是？因为你知道生孩子就是我们女人最大的问题，有时候因为你要找到对的人生，然后不是我们想生就能生，有时候也是要喝醉一点。女人不喝醉，男人没机会啊。喝醉，要不是志玲姐姐喝醉，喝醉东西关都一样啊。祝你早生贵子哦。你怎么讲那么俗的话？对。接下来这一位呢，就大家都会在 FB 上面看到他美丽幸福的家庭，老婆真的有够辣，小孩又可爱，最主要是他又超会煮的。哎，不敢不敢。对，完美厨神。哎，谢谢谢谢。霍哥，只是会煮也是因为。跟有关系啦，因为玉林哥那时候去的时候，我本来是在他家吃一碗面，他说哎这一区很好很好，赶快搬来这里。结果我想说啊，没错没错，就搬来。一搬来以后发现方圆百里外没有一家餐厅，就只能自己煮了，所以只能自己煮啦。有餐厅，但消费都2000起的。对，而且那个假梯啊，都在高嘉瑜的服务处附近。对，都在附近，摊贩都在那附近啊，没办法。没有给爸本高爸本有有远。走远一点就有平价小吃，你们又不愿意多走几步。我可以啊，泡就富贵命啊。有时候煮饭是一种乐趣，很趣啊，而且自己喜欢的人吃的开心的话，真的会成就感很高。没错，但是有时候真的有了小孩之后啊，带小孩出门真的是大包小包，什么东西都要带，就生怕，而且每一次都这样，墨菲定律，每一次最怕的那个东西，一定往往都永远都忘记。整袋妈妈包就少那样东西。对 ，OK， 我想问一下，你们的妈妈包是你们在背吗？我一开始啊，一开始是这样子，因为都是我在背，所以我就每次都很好奇里面到底装什么可以这么重。我一打开，真的是 OMG， 几乎啊就是逃难呐。啊，什么都在，哎，就是逃难，就是感觉如果发生战乱的时候呢，你背着那一包哦，就可以安稳的过好几天一样。对，小孩的尿布啦、衣服啦、香蕉两根呐，哦，是妈妈要，没有小孩要吃的啦，好，然后小孩的那种喝水的那个茶壶啦，那又要有 Elsa， 又要有 Moana。因为我女儿会看时段的，她这个时候要摩阿娜，那个时段要 Elsa， 要点台啦。对对对，跟你一样，看哪个公主啦，点台公主。对啊，
我老婆因为要居安思危的，家里面的那个存款簿啦，哎，印章啦，爸爸带一下，好，他也都通通装在里面，还有那个防蚊贴，哦，各式各样的防蚊贴 ，OK 绷，一定要 OK 绷，我不晓得 OK 绷呢，竟然可以琳琅满目哦，这么多东西，各种图案呐，啊，因为实在长得太像，有一次就搞错啊，我老婆交代我说啊，帮女儿贴个防蚊贴，因为我们在户外草皮嘛，我就好好一贴。一整天下来，我女儿哈大包小包就被蚊子叮。哎，你不是帮我贴防蚊贴吗？有啊，你自己看有没有？她拿看，是我，是我贴的。猪队友啊，因为现在有贴的猪公主的，因为要防蚊贴，防蚊贴长得实在太像了，都是出公主系列的，小女生要的都是卡通的。对啊，那你有没有觉得男生带小孩出去跟女生带小孩出去，那妈妈爸爸包有什么不一样？哎，我觉得不一样，就是。妈妈就跟玉林哥讲一样，什么东西都要带，只怕没带到而已。但男生就是能少就少，就像我们比如说尿布就带一片，然后呢奶瓶罐就带一罐，然后呢所有东西就是那个卫生纸也是带一包就好。所以有时候就会常常说，万一炸死完又要尿尿的时候，完全就不够。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经验的问题。所以我觉得还是在场的妈妈们比较懂得怎么包，因为他觉得尿片就要三片四片，爸爸只要用口袋钱包就好了。可以不用带小孩出门，反正都是妈妈带最保险最安全。然后爸爸就说我就不会带，所以我跟你讲，爸爸带小孩出去永远都是快快去速速回这种。对，因为尿布用完了，就是小孩用的 seven， 家里巷口的 seven。真的，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如果将来有一天真的顺利产子了，你带出去的妈妈包会是带什么？你这里只有我没有小孩，但是我其实也很有经验，因为我妹妹有小孩，然后我也蛮喜欢跟我妹妹的小孩玩，一起出去的，所以她也会带很大一包的东西。那里面大概刚刚玉林哥讲的大概都有，但是其他就是小孩的玩具嘛，也一定要带，对不对？什么救援小队或干嘛的，反正她出门如果没有玩具就开始哭闹，那这时候大人就是给她一个手机，她就会乖乖坐在那里看游戏。现在每个小孩都这样，然后其他就是那种什么剪刀啦，剪食物的要剪碎那些必备食物的，因为我们说小朋友原来吃饭还要另外帮他弄他才能吃，还有自备的餐具，所以你会发现说所谓的妈妈包为什么要这么大包，什么东西都要带，几乎整个家里都要搬出去才行。那今天呢就是要来盲选啦，妈妈包的这个大调查耶，所有的妈妈包都已经在这里了。根据统计，妈咪包内容物通常大家带出去大概就是这十样东西，就刚刚我们都有讲到，对。那现场的妈妈们，如果你的包包里面十样商品里面其中有中五样的，请举圈。一定有，都有了，几乎必备。对啊，子君没有，对，子君你怎么了？我小孩比较大，12岁了，我还带奶嘴的话，12岁还带剪刀，也是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台前有八个包包呢，要请高兴来帮我们辅助一下，我们要抽查喽。哇，现在妈妈包越做越太夸张了吧？有些根本不像妈妈包啊。现在的妈妈蛮奢华的，有一些妈妈包就不是妈妈包，你知道吗？那就先从这个来吧。对，天花板的。这谁？华的。哎，我那天看到子婷拿 Hermes 在遮雨。这不是吗？有。假借想买包的名义，不是，因为这之前都拿上通告用，然后但是因为现在有了小孩之后，这个很少用，所以就干脆拿来装他的东西。他的东西蛮基本款的，再一下。就是饼干，小朋友的饼干，韩国饼干。然后我非常非常注重防蚊的，所以任何的这个是只要一到餐厅，我就会把它打开，连这个都带出来。行动电源吗？这我家也有，这是防蚊的。这个味道不恶心，防蚊的。然后这很大一个，对，我这个我是每一家都有吧？那你给它放在头上吗？就是放在它的周遭，它就可以驱蚊。那你一启动，应该旁边的人也会都散掉吧？我这里面最多的都是防蚊的。你是怕小孩病？真的呢，有喷布的，喷身体的，然后擦的。哇，然后还有这个酒精棉片。我真心的建议你不要那么防蚊，那小孩子哦，长定以后他长大以后反而会过敏，就比较没那么害怕。可是因为我第一胎嘛，然后我第一次就是看那个新闻，就是不是有什么登革热嘛，那小朋友叮到会很严重，所以我就很害怕，所以任何防蚊的我都拿来用。然后最我的包包一定要有遥控器，这是真的是我家遥控器，我有5只，为什么呢？
我儿子不吃婴儿遥控器，就是那个玩具遥控器，他不要，他只要啃真的遥控器。然后我跟他爸爸会漏电吗？没有装电池。我跟他爸爸就很烦恼啊，怎么办？所以后来我只要有包包带出门，一定要带遥控器。他只要快要崩溃的时候，拿出这只，他就安静。我包包里面有遥控器，他就是遥控器，他就在车上一直啃那个遥控器。你是让我日本片看太多，你以为一按时间会进来？那个是时间在聊什么？干嘛？但是你很多的这些什么，发现你很多消毒的啦，什么？我消毒的超多。那但是他这一个的这个，我每天回家浸在消毒水里面。他只要可以安静，我已经没有办法管小有没有塑化剂这件事情。我只是觉得说，哎，把稍微他就爱啃嘛。对，他就是爱啃。你下次拿甘蔗给他。你是不是心还在甘蔗里？那上一集的事情。而且我觉得小朋友很奇怪哦，像比如说你给他玩具，他不要咬布的部分，他要塑胶的部分。对，所以就是包包里面都会有这种东西，任何的防蚊、擦蚊子的。药膏类的这好多。对，然后药局吧，你是说巴士杀死全天下的蚊子？这种防蚊的，然后药膏什么的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个是杞人忧天呐、啊！你防得了100万只蚊子，当中只要有一只，啊，你被它叮到了，就受孕了。嗯，受孕了。对对对，而且我上次真的超扯，我这些全部都带了。结果没有带奶粉，哦，就出去儿子快饿死了。啊，你就跟大包小包到机场以后，发现没带护照，护照一样啊，超扯的。对，肚子饿你就叫他吃这个，吃遥控器是不是？而且还有一点，妈妈包不是很重，所以通常那个肩带都要很粗的，哦，对，那么细的大包背。我跟你说，如果跟先生出去就是先生背，他痛是他痛，不是我痛。啊，如果我自己带的话，我就放在推车里这样。OK， 小孩自己走路，一定要用 LV 就对了。没有，就是。就不想再另外买一个，对，不想再另外买一个。好了，谢谢芝婷。谢谢。这怎么会这么的稀薄啊？这是谁的？芝君。一切都是带妈妈想要用的。这个是铅笔盒。这个是你自己要用的。不是，这是铅笔盒。然后我女儿，我就跟我女儿讲说，这个是防狼用品，遇到坏人的话，左青龙，右白虎，从天灵盖。你是有病啊？那个要怎么用呢？我打下去，他就头晕了啊。妈妈包已经完全就带他自己的。他其实对他其实已经。大了，因为我女儿说，万一遇到晚上出门的话，可以这样。你们两个，一个是怕蚊子，一个是怕坏人。没有，因为我常常就是怕说人家会觊觎我的美色，我觉得太危险了。对对对，真的有可能，因为也是有些不正常的男生。像玉林哥就一直，对对对，每次录影就一直看着我，我就心想说怎么办？他是不是想要对我表白？大鱼大肉吃多了也要愁。我跟制作单位说，有你一起上节目是不用酬劳的。真的？对，这么开心。那你为什么带这个？不是环保筷？哦，环保筷我忘了带，所以我就带卫生筷。我习惯就是还是一定要放一组。嗯，对对对。这个也是为了防坏人。这是 B 群啊，中药 B 群啊，因为有时候累的时候可以用嘛。哇塞，你的帽子也太亮了吧！不是啊，防走失戴的啦，对不对？这是给我女儿戴的啦，万一有时候她不想那个，你女儿会想戴这个吗？真的好了，为什么包这么多？对啊，要补风哦。她不想被看到的时候，她就会这样。戴口罩戴帽子是更容易被看到吗？是不是？你这个下次是第一样的首选吧？亮成这样子，晚上才看得到，怎么可能不被看到？更容易被看到啊！他戴反而还没有人会注意，对我好简单哦。他都显成熟呗，他都显成熟。就我跟女儿都用得到，宝宝比较没有关系。对的，感谢芝君，谢谢。岁数不一样，戴的真的不一样。那这个猫包好漂亮哦，这是谁的？蛮适合的。都是你小孩几岁？我小孩一个2岁，4个月，一个3个月。哦，这时候最需要。对对对。你都带了些什么？这是尿布，因为我两个小孩，所以会有2种不同尺寸。哦，对，尺寸不同，对对对对，2种都要。通常尿布你都觉得你要带多少片？2片以上，因为它会突然大便啊。3个月的很爱大便。2片太少了，这是缝针吧？缝针，对，这是缝针。小孩也太省了。对，它是一个，它是日本的折叠型风筝。这个是可回收的那一种。为什么要带风筝出门？就是我有时候小朋友他会想要闹或干嘛，然后太吵就把它绑起来飞。就把忽然在餐厅放风筝，就在外面有个空地或任何一个公园。那是有一个小孩回家跟妈妈抱怨说：“妈妈，老师说我长得像风筝，不会怎么像风筝？我就是像，我就是像，啪啪啪啪啪就飞起来。”对，它是可以让你随身携带。然后如果因为我们住彰化，就是乡下，风又很大。
所以你去到哪随时都可以，很容易飘了。对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小朋友的防晒粉饼。哦，粉饼他们可以接受，因为乳液推的他们不一定要。对，因为这个他们觉得很好玩，小朋友会学啊，所以他很喜欢这个。哎，这个好。对，他很喜欢这个。还让他晒，他有维他命 D。对，他会自己一直擦。好可爱哦。对啊，这些也就是防蚊系列的嘛。这个就是有干洗手慕斯，然后可以拿出来吗？好，他这个就是 OK 绷。哦，对，看好 OK 绷。OK 绷 ，OK 绷 ，OK 绷，防蚊。对，防蚊贴在这，真像 OK 绷。防蚊贴在这，然后现在防蚊的真的好多型，对啊，这个就是防蚊手圈，就是它戴在手上脚上。他还是很怕蚊子，你怎么会怕蚊子怕成这样？我们彰化很多蚊子，我们住南部啊，因为有些小孩真的对那个蚊子，对，而且他半夜会，而且他一叮他可能就会可能肿起来的那一种，对对对。然后这个就是口罩。好，对，那还有另外一袋，这个就是吃东西的餐具，对，还有什么嘞？这个就是小朋友奶粉跟零食，零食我都不会带太多，因为会让他们习惯。哎，我也是用块状的，对啊，块状就有名字有。现在流行的，对，所以你不用带整罐，或者不用装抛弃盒，你就直接带块这样，对对对。而且你没带到奶粉，你也不用紧张，就药局一定有。哎，现在好方便哦。因为以前那倒还要量嘛，这个不用，这不用，这个好像五颗。一颗40，对，是不是三碗水化作一碗？对对对对，三碗的水，然后喝下去它就凉凉。对啊，妈妈的地球神好用，还可以当做秘密法宝。铺在餐桌上，然后餐桌的那个，如果还可以画画。如果说你们到那个公厕，哎，很酷哎，非常好用，小朋友真的耶。啊，如果万一要剪头发的时候，又可以直接套起来，对，上完就好了，好方便。哦，松鼠系，我们家两个女生，小朋友超爱的，这小朋友欺负人家没生女系列的。所以你的真的是应有尽有哎，对，他的本来比较正常，比较务实的。然后这个是食物兜，就是围兜兜，就是抛弃式的。我这个人比较不想一直洗啦，所以我都带抛弃的。买内环保，环保，对啊，哎，他算是真的，他小孩可以自己带这一包在野外三天两夜没问题。对，但是有衣服，对啊 ，OK 的啦，是 OK 的，谢谢。看这个好了，这个好，这怎么排？这看起来真的出来吗？这个是，这个知道啊，这个也是一个名牌包呢。哇，贵妇贵妇，你小孩几岁啊？我小孩现在10个月，1个2岁。哇，那时候最多的时候。那你怎么没有？我是算是很从简的妈妈，因为他很小，他很多的东西，所以我很喜欢分类。带那么少，我会像饼干，我就是这样分小小包，因为我也不会让他吃太多。然后电风扇一定是小朋友必备的，然后刚刚妈妈说的遥控器，包包里面每个要有，也是给他啃的，对，是给他。每个家里一定都有一个遥控器。然后湿纸巾一定要，对，然后就是尿布跟那个餐桌。尿布你也是带，他都带蛮少的耶。我因为我尿布，如果说我开车出去，我一定就是大包直接丢车上。哦。对，因为我不喜欢说包包里面有很多东西。车上也必备一包尿布。分类的尿。极简型的。分类兜兜，分类分类兜兜一定要带。我就是喜欢这样分类。分装，然后摇摇的东西，就是那个蘑菇的，哎，好可爱哦，那个很好用，好多，因为它挡乳头啊，那个是药膏，小朋友蚊子叮的药膏，万用药膏，真的万用药膏，对，然后哎，他们算是我儿子给我丢进去的，哦，所以要随时要抓走，他是快几时后他会变过台名，他喜欢马克吗？对，他喜欢按。消毒胶带，然后这真的是小朋友的，我儿子戴过的口罩，对对对。这妈妈这个一般的疫情放在一起的时候，有时候你有时候临时只有就是还是你有需要用吗？你有需要可以借。对，干什么？太黏了。极简型的，极简型，但是好像又应有尽有，就是你要什么都有，厉害，蛮会收纳的。非常好用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好用，必备嘛。因为你如果说有2岁的小朋友，2、3岁，铺在那个铺在桌上，然后餐桌的那个，除了还可以画画，如果说你们到那公厕啊，想上厕所，你可以铺在马桶上面，然后它可以戳一个洞哦。对，你让你上厕所，你就不用担心说，嗯，就不用担心说，哎，很酷哎，非常好用，小朋友真的耶。啊，上完厕所之后啊，还可以继续画画。厕所之后继续画画。啊，如果万一要剪头发的时候，又可以直接套起来，对，上完就可以。好方便啊！可以。
可以，我搞湿了，我去用吹风机吹一吹，又可以用。你这么想不行，对啊，赞呢，很多功能非常好。对，这个极简型的是我的 style， 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，很会收纳。对，谢谢。哎，小姐，我想看一下那个花花的，可以吗？花花，对啊，你的是花很奇花的感觉。你的是哪一个？是蓝色那个。哦，这个这一袋，这个也是很，这个也是很大一袋，袋子很大，但东西很少。哎，好可爱！还是美人鱼的。哦，对，你们家两个是女生，小朋友超爱的。哦，这小朋友欺负人家美生女系列的，女儿都是比较可爱的啦，还是要。其他的东西很正常哎，很正常。药药膏，那你这个时候吃避孕药干嘛？不拉不拉。看着小朋友开开心心跑，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再怀孕了，太深了，太可怕了。对啊，他的东西很简单嘞，那你包包真的是大，东西少，只是大而已啦。对，因为我会把我的跟小孩的装在一起。OK， 就带一个包出门。我们想看的并不是这些妈妈包，我们想看的是妈妈的包。天啊！你以为今天就这样？不好吧？去。看有什么东西，来来来，来来，所有妈妈们的妈妈自己的包包都在桌上。移花真实版的来了，移花真实版的。讲真的，以前妈妈那有带妈妈包？没有啊，以前就是背在后面随便你。都是阿公阿妈带的，背着我们到处走来走去啊。像以前，像以前他病毒啊，以前我妈妈骑摩托车载我，然后蹬着裤啦，我都掉到地上，她骑了十分钟才发现，赶紧回来。有时候有没有想过，妈妈是蓄意的？妈妈想要遗弃，后来被被他发现，跳哭了很多的那一条，被里长发现，你老倒会走啦，你家啦，生气失败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依依的解密了，到底妈妈团来上班都带些什么东西呢？汉娜先来好了。好的，我的是也是一个很极简的包包，哎，小哎，算我是一个小包包，青菜短寒的人，所以呢，我里面很常吸东西。对对对，我很爱吸。对，我很爱吸，吸成这样，所以我随身一定要带吸管，这是我自己的习惯。那你为什么不买一个？你去买一个吸管。因为呢，我儿子也很爱咬，他想要咬吸管。吸管 ，OK。所以你拿铁的给他玩，他又会危险。你就给他咬一次看看，要给他断。对啊，好，我回去买。他是牙齿硬还是铁吸管硬？让他们两个唾毒一下哈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钱包。东西就很简单。我东西真的很简单，就是没东西了，买了吗？就这样，然后就吸管，然后湿纸巾跟卫生纸一定要，哎，太夸张了吧？这我看过最少东西的。而且我的其实我妈妈包也都超简单的，我就尽量可以不要带都不要带，带老公就好嘛。我们两个一样哎，我们带东西都很少。对，就是尽量都不要带出，就是带钱就好了。对，还带脑袋，反正99%都可以靠钱解决。对对对，剩下1%要靠没办法，有钱有手机。对对对，只要靠玉林哥啦。甘蔗园的故事。OK， 这是汉娜的包包。谢谢。这个啦，这个他们心情不好。这个，因为他要吃这个。你看，他说的。那这个是谁的包？这是我的。啊？妈的！一个那么大，一个那么小。好小哦。这个乍看哦，好像家境不好。对，卖火柴的女孩的包包啊。如果自己出门，再能小就小。对，糖果，你怎么那么带糖果？怎么那么？而且有各种像小学生的包包吧？怎么那么极简呢？是要去郊游，各种糖果，好瘦，好可爱哎，感觉怎么有点心酸的感觉？他到底是有多热爱音乐，还会戴耳机？会戴耳机，音乐人，他老公音乐人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行动电源一定要带，不然手机没电就完蛋。哎，你真的都是吃的耶，这个比较像大学生，你是囡仔人呢，对啊，还在发育，他算是有口福啦，吃不胖 ，OK， 真的，好，真好。我的妈妈包跟我自己的包包就有点相反，我是废物蛮多的。哦，这是你的，这是我的。哇塞，对。哎，你为什么可以那个妈妈包这么简单？对啊，勤俭，生小孩的然后都来用自己的，对不对？东西还蛮多，我就是像零食一定要有，就是这是你的还是小孩的？小朋友的吧？是不是一定要吃零食？这不是小孩在吃的吗？你干嘛跟小孩抢？很好吃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真的很好吃，真的。玉林哥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好啊，可以。这个是我的那个马桶坐垫，你是在批发是不是？你们都有节俭，用完才给小孩用。没有没有，这个是我自己专属。他很怕马桶脏，对对。你是有多怕？
放马桶。外面厕所是什么？饮料提袋。哦，饮料提袋，饮料提袋。对对对，手摇饮的。哦啊，这个是你的药。这个我今天才去领的。哦，真的。对对，我领。啊，看你有什么症状啊？只是去领药。蛇皮啊，你什么？你一点不会躲。不是不是，因为我说妈妈都会有一些电疗贴。妈妈的职业病，对，就是贴片，就是要就是去做电疗要卫生，所以我自己都会买一包。当妈妈点回转不名誉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自己都会买来贴，丢脸。然后药布一定要带。这个好可爱。对，这个是私密小物，这个不可以，这个就是女生用的。私密小物才要看呢。刚刚小物就很像看啦，刚刚有私密有给你看。看啦。你看你看你看，这查某郎在啊，你讲你你啊你你啊你啊，查某郎比赛卫生棉啊。对。看你们俩，好厉害，好厉害。对，然后防晒一定要的，然后女生的一些维他命 C 什么的，你自己准备这么熟悉，对啊，准备这么熟悉，小孩都没关系，什么都没有，可是你眼睛这样不要坏吗？不会，我都这样装哎，真的哦，嗯，就是这些，然后就是喉糖啊，他算对自己比较好，对，对我对自己不要饿到小孩，小孩的非常的精简，但他的非常的细，谢谢我们，他的超齐全的，什么都有。应有尽有，子婷呢应该是这一代吧，没有看起来比较贵的那一种。我的不是呢，我猜是这一代，我猜是那个，那个比较贵，绿色的，绿色比较贵，这个真的很贵，很适合我背。对呀，贵妇款，小姐也有，这个 size 真的很适合。那牌子我都认不出来，没关系，你老婆会拿账单。对，我的就钱包，然后糖果一定要有，五多安哦，这个很好吃，是不是大家都会带糖果？对，连这个都没有，这是我老公。买的啊，很乱吗？还好，这里面最我每天一定要这一包，不能不带出门。干嘛？干嘛？出门带那么多钱干嘛？哪有？妈妈随身包千奇百怪，小珍独没撇步。因为就觉得这样全部随便丢，然后我换包包的时候就整个这样倒过去。可是那这很难找吗？你换包包，你就把这一包放进那个包包里面，然后会越换越大，就俄罗斯娃娃，最后29寸。这是抓抓，请加抓抓，他也没到，你都说不要，你要吗？可以送你。口红也是好几支哎，没在擦哎，也是防狼。不是防狼，是防狼口红。带那么多钱干嘛？没有，高边地位了，我家住乡下啦，所以住乡下，所以那么多钱呢？回不了家，所以要再多一点钱。他的卡有够多的啦。便利商店的卡，贵妇，任何可以舒压的东西一定要带。你为什么要自己携带一张自拍照啊？没有，这个是啊，不是，这前几天粉丝给的，然后我就放在包包，不是我自己自恋，还是你在路上会发？没有，对，签名照一定要跟他要，是要选港湖区的。没有，我不敢跟他讲。港湖区女神啊，都这样。然后就是反正按摩的，这个会发热。然后它可以拿来刮痧，所以我就是这件。哎，拜托，带小孩很容易耶，对不对？落枕，对对对，而且脖子很酸，脖子很酸。你真的卡好多，就垃圾卡没有用的啦。然后还有一个月卡费应该超过200万。刷什么？这个是行动电源。你大家都一定要行动电源，然后那个消毒的手机没电一定要有，到处喷，就是碰到病毒的时候有没有？你真的给我不要，他会笑。我第一次被他喷在脸上，很羞辱。可是不好意思，病毒还在啊。病毒还在，我的病毒顽强。哎呀，已经有抗药性了。这个不够，要换一个品牌。记得要去缴钱呢。今天的。就是一些小东西，你都没有那个分装的那个小包包哈。我等一下会跟那个文文拿一下，好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因为就觉得这样全部随便丢，然后我换包包的时候就整个这样倒过去。可是那这很难找吗？不行啊，要捞了又要捞老半天，这样子很方便呢。这样子没笔你也没看，随便要拿就可以了。你换包包你就把这一包放进那个包包里面，然后会越换越大，就俄罗斯娃娃，最后29寸。所以我等一下回去要跟我老公说，我需要换包
包了，包包太小。对啊，谢谢子婷，谢谢，谢谢。拿我的包包。现在还剩下这四个，这个。哦，你的包包也是小而巧呢。嗯，对，所以我东西也非常少。这个是贝壳嘛，对不对？哦 no， 我这个是抓抓，请叫他抓抓，他也可以的，你都说不要。抓抓，就这样插着就好了。对，好适合你哦，对，超可爱的，真的，你要吗？可以送你。我的包包里面就你爱看其他的东西，我爱看钱，很扁，真正什么？真正秘密在里面。这是我的胡椒粉，这一定要带你重口味哦。我本来你也是防狼嘛，对不对？我防狼在妈妈包这边，是狼来就这样甩掉。你要在上风处哦，不在下风处。这个把它当米粉汤啊。没有，这个我一定要讲，因为小朋友的食物比较清淡，然后我就是尽量配合他，可是我就会受不了，所以我就躲在后面偷夹。对，这是都是为了小朋友。你福也很多哦。对呀，中部人一定要有福嘛。对呀，很怕鬼。你的福令那么木，老公乖乖福。对，是吗？乖乖要乖乖，多爱拜拜跟多爱拿福了吧？重要的，这很重要。啊，不要，这你们要对他温柔，你们不知道这个吗？我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哎，怎么好像在网上看过？恰恰，好疗愈啊，小屋啊。真的吗？哦，那个年龄。恰恰。哎，密集恐惧症会受不了。没有，因为小朋友就很喜欢鲁小小，然后我又想要维持我气质的形象，接受，所以我就要压舒压一下。什么？所以你买了什么鞋子？没有，便宜的鞋。你买了什么鞋要20000多块？哎，老公姐的吧，对，老公送的。怎样？出门工作前先花了钱，是不是？哦，对，刚刚经过东区逛一下。可我觉得，那你今天一整天等于白干呐，就是赚了钱就，他去白干就先花掉。所以再麻烦制作单位喽，你就是穿提升一下，你要穿普通坐在白宫里面。可是我觉得我有一个，因为我懂还那么多，来那么多俗语，我最近学了很多这些歇后语。我东西。是真的很少，我里面真的没什么。可是我觉得我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因为有小朋友，所以我带这个。那是什么？大家觉得这是什么？平安符。平安符。平安符对。可是我里面不是平安符。香灰。No， 江江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它就是一个在很少都讲出来，江江他还说那是什么？江江笑了，笑了，是什么？是，它是一个很便宜，我在虾皮购买的，就是因为大家不是都会放就是平安符挂在小朋友身上嘛？对啊。那我这个的话就是追踪器。就是现在很变态，不是很多，就是社会新闻事件啊，要装在变态身上啊？哦，不是啦，不是，就是会乱抱小，假借乱抱小孩名义，只是想跟妈妈搭讪，没有啦，反正就是它可以挂在小孩身上，然后它不是很容易掉吗？不是，它可以连接手机的 APP， 什么手机都可以哦。对，然后它就会一个才几十块，很便宜哦。不是拿回来吗？就是会哔哔叫，对，很容易掉啊。在老公身上，不会，不会，我是夹在这里面，等于真的变态来了，他们也不会。真的去注意到，然后如果说小孩远离我，因为毕竟妈妈的记忆也不太好，很怕把小孩弄丢，然后他就会哔哔叫，然后他的就我的手机还会有追踪位置，就是可以看宝宝现在在哪之类的，去公园什么我都觉得蛮好用，虾皮买超便宜，团购大家干嘛丢这个在老公身上？老公直接带去兽医植入晶片，那没有那么远啊，老公到钱包没这么远。哎，所以你如果放在老公的车上，老公如果去酒店，你也会你看得到吗？有可能，通常你们应该不会开车去酒店吧？对呀，应该会不断的转换交通工具，对，会换成转换。而且我很信任我老公的，嗯啊，男人，谁一开始不是这样？男人是有两种，劈腿男人跟劈腿还没被抓到的男人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你是属于哪一种？罕见的第三种，对，既不劈腿，那就不会被抓到啊。哎呀，对呀、啊，那个狗仔跟到后来就放弃了，所以你这是都去图书馆，所以你是第三种，就是说谎不打草稿。抓到不想抓的，抓到不想抓。好的，这个就是你的包包啦，谢谢，谢谢，棒哦。接下来剩下三个，志君，哎呦，志君，你的包包，我的包包是这个，会不会都是饭团？没有啦，香蕉小吃的，我很少吃的，我很简单，就手机嘛，哎，我看包包，然后钱包啊，然后湿纸巾、卫生纸啊，这一罐。这罐很厉害，它来自日本蜂王乳，抚平细纹。你知道以前我带我女儿出去，对啊，抚平细纹可以抚平伤痕吗？没有，我有啊，我以前
前带我女儿出去，人家都说啊，说哎，你怎么这么年轻就当阿嬷了？我心想说，然后结果后来我朋友就看不下去了，就送我这一瓶，然后就我一擦，现在人家看得出来我是妈妈。对啊，然后随身都携带它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我后来就擦了之后发现我的，你看我抬头纹都不见了，真的不见了。我之前是不用抬头就有抬头纹，还可以夹死那个蚊子。你不讲年纪，我还问你现在大学念几年级？你还说你不是说完打草稿？你是第二种吗？不是，玉林哥真的爱我很久了，我知道。其实对，他一直在看我。希望两位早生贵子。你的杂物也很多哎。还好啦，还好啦。对啊，这我很喜欢收集。然后我女儿就说：“妈，你收集这个干嘛？”因为每次你收集完之后，它都结束了。对，不一样。我就说没关系，至少我曾经用心过。那是一份心啊。对啊，口红也是好几支哎，没在擦哎。啊，为什么带出门？也是防狼。说色狼来，色狼来，化妆。这个可以吗？好，OK， 这是你的包包，也是很基本实用的东西啦。对对，谢谢志军 ，Happy。我猜你是猜一个，猜猜粉红色吧，粉红的吧，哎呦，很好认啊，金盆对，粉红色 ，L B 啦，不是 L B， 好 ，L B L B L B， 因为远看真的好像 L B， 好，那里面是什么嘞？我的是就是有分装的小包，哦哎，它也是收纳系的，收纳系，哎有啦，我。前几天出门记得带软糖果。哇塞，你也是带软糖？哎，你真的少女心，他用的东西就是那种少女，就是那种粉的啦什么的。就是爱杜莎出的那个粉饼，很可爱啊。爱杜莎是谁呀？是一个人，就是一间保养品。我只听过杜蕾斯。什么？是我杜蕾斯？晚上没有，有一次没有。我都要跟你讲，真的少女心。哎，为什么你有那么多印章？很可爱吧？你是到处要盖结婚证书啊？盖结婚证书啦，玉林盖不盖一下来？为什么要带那么多印章？对呀，就是呢，为了奖励小孩啊。哦，就是小孩印章好棒章吗？那在哪里？还有各位吃饭就盖，盖他额头，盖脸上，就是好宝宝章啦，好宝宝章啦，很可爱耶，还可以任君挑选，你看看，有，好有心哦。全哎，你知道这个手套制作单位要用三次，真的假的？其他节目还要用，我以为他们去跟路边的交警借的，不然放盖手上好了啦。还有那个眼药水啦，然后都是小朋友的东西。哎，这他的东西都好可爱，用哎，这超好用的。这个是包如其人，这个是就是一个那个蓝牙遥控器，就是连接手机的那个。对对对。那这个吃哪里？吃什么的？这是吃，因为我鼻子过敏。哦。撑药。鼻子过敏药，都疗法啊，香港脚啦，哎，还有这个啦，这很可爱，嗨，不是，这笔啊，这要干嘛？但是我刚才想说这句话，我要代替月亮惩罚，这要干嘛？不是要干嘛？这个也是可以帮忙，因为那个色狼不是喜欢脱掉大衣让人家看那里吗？你就说你有比这个长吗？啊，那个色狼没有。破了独家秘方，仅被沈玉玲忽然形容，这什么啊？救命啊！不一定每一家餐厅小朋友都爱吃，然后如果他万一不要的时候，就用那配白饭或白面。还好你有讲话，我以为你收集这个要去检查灰尘。没有，粘的啦，小哥啦。你的信用卡费才1200。那他出门都有人请客啊。这一张是都没在刷，然后他给我收1200，我现在正打算要去申诉。那个社长不是喜欢脱掉大衣让人家看那里吗？你就说你有比这个长吗？啊，那个社长又没有，铺路狂啊！这很好用啊，修罗呀！你带两只哎？不是，这到底要干嘛？就去迪士尼买，就觉得它很可爱。不是重点，它要干嘛？你要干嘛嘞？没有，它除了可以伸缩，它是多只哎，它是笔，这个真的特别纸笔。但这这么可爱，小孩也超爱的。其实真的还好。没错，大家不好讲。你的包包也是蛮竞选的，哎，你看他连钱包都是可爱，都是粉色、白色的，没有黑的。没办法，你真的就是属于那种公主风那一种。哎，对，所以我今天有没有像公主？有有，超级哦，你就是 princess 哇。好，讲话要诚意一点哇。因为跟他这张这个印章送你。Thank you, thank you, my princess。好宝宝，好宝宝。为什么你有两个？这个是你吗？啊，是我的姐姐跟妹妹。哦，感情好好哦。他们就是好漂亮。拜拜，车祸，车祸，对我们全家出车祸，所以你就会把它放在包包里面。
家人嘛，对。可爱哦，哎，你的卡也很多哎。啊，我没有信用卡了。哎，那不然这些是什么？就是悠游卡，因为以前住台北就有在用啊，有时候有需要的话，然后就是一堆金融卡、健保卡。对，好的，我们接下来还有 Winnie 来哦。应该蛮实际的哈。对，实际派。我的东西其实也很少，就是必备品啊。哦。对。就是钱包嘛，行动电源，我一次出门都一定要带到两颗。用那么凶？因为我很容易，就是我很常，我很常滑手机。那你为什么不换一颗大一点的就好？你去买那个啊，原厂的那一颗。因为我觉得粉红色这个很可爱啊，是小小的，对不对？很好用。这可爱，其实真的也是还好。因为我是卖衣服、卖女装，然后我很常会在那边拍照，然后有时候客人就会问说：“哎，那个多长？”尺寸立刻量，腰围的，对，哎，这好可爱哦。这是药盒，对啊，而且它上面有这个哎，这个药盒我也有哎，对啊，对啊，超可爱的，真的哈。哎，你在吃什么药？就因为我去弄双眼皮，所以我要吃术后药。这个好怪，双眼皮的药。你说的会有双眼皮，你说你上割的很自然的那一种，有吗？你不讲，你不想说你去割，我还真的就是你天生的，真的真的啦，成功，你真的很荒谬，真的，你真的荒谬，好了，哎，来来阿宝，这个就是拇指外翻专用，是我那时候去日本的时候看到的，拇指外翻，对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有拇指外翻，所以如果我穿一些跟鞋，你毛病算多，对啊，就是很多，对啊，然后就是有这个平常穿跟鞋什么你。走路脚会不舒服嘛，所以我就会随身带着，它就会让你比较舒服。OK， 对，让自己舒服很重要。对啊，药蛮多的。对对对，好了，他的包包算是精简型的。对对对，正常的，对，正常型的。谢谢维尼，加油加油啊！这两根顺便送你，对。啊，就不要他带走。好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的妈妈包妈妈团里面的包包其实都算是正常。对对，没错。那你的包包呢？我只带手机跟钱包。你没有带包包出门？真的没有，我是说真的。好，小能姐，不然我们就是来搜查玉林哥。对啊，玉林哥，好想看。好，我觉得三位来宾的包包应该都要搜。男生应该没什么特别好看，倒是嘉宇的我比较好奇。他就是一堆意见表啊。卫生传单，然后传单，然后去拿卫生纸。玉林哥，你们要来，我跟你讲，玉林哥。家里的交给你拿好了，因为我们哦，对啊，不方便，对对对对对，不会啦，哎，拿名贵包包走路就会变这样，哎，开我，开我，开我，哇哦，这个很明显的都看得出来了，这应该是破哥的包包，原来，对啊，这个明显的是高嘉，当过兵的嘛，对啊，破哥这你的包，对对对，我的，那我们先看你的，因为这个也是妈妈包的，对，妈妈包。真的啦，就迷彩的啦。我以前检查过他的包包，里面都是装那个生姜，因为他那时候想要，现在已经放弃了，想要烫头。这个是什么？如意啊，如意，如意。为什么带如意出门？如意，因为小朋友有时候会干啊什么的。你带这么大罐，太大罐了。不会，稍微可以抹头啊。所以说很舒服。小朋友有发型。然后这个就是头发专用。做造型的时候是不是？对啊，头发这些的。啊，这个是你要梳的。对，我要梳的。多按摩头皮，像小朋友的太阳眼镜啦，哎呀，好可爱哦！还有那个他们的这个小球啦，这些的小朋友那些那个头发东西很重要，对啊，对，然后水壶啦这些的，还有我看你们那个妈妈旁边要水啊，要热水，你这个都是大罐的呢，大罐的，然后刚才他们讲的这个嘛，直接丢这个东西要有，哎，炮哥用的东西都很高级，所以还有这个啊，可爱的这个饼干啊，这小朋友要的，胃口不是啦。然后还有这些奶瓶啦，奶瓶一定要。是你自己收还是你老婆帮你收的？我们都自己收，因为差不多都一样的东西，反正要出去的时候就可以。那你还蛮 organized 的。对啊，然后他们的衣服啦这些的，基本上来讲的话，好爸爸。然后前面的话有一些比较特别，这个有一超大的，真的。小朋友的手机啦，这个一定要。还有这个啦，这个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是这什么救命用品？这什么？救命用品？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，XO 酱。对，其实没有，它其实是那个炸酱面的炸酱，日本的炸酱。小朋友不吃饭，对，因为有时候出去那个吃东西的话，不一定每一家餐厅小朋友都爱吃。然后如果他万一不要的时候，就用那个炸酱配白饭或白面。还好你有讲话，我以为你收集这个要去检查灰尘。粘的啦，小哥啦，炸酱。为什么？为什
怎么会不用冰？没有，我每次出门的时候再包就好了。他不会坏哦。没有，反正你就带小小量，如果他不吃完的话，回家也就算了。外面东西只有湖南吃啊。没有，因为有时候小孩子，我们刚好要去到那个地方的话，刚好不要的话，就会很麻烦，所以就用这个最好。好，其他都是一些必备的这些东西，所以我觉得我的包包算是很正常的。OK， 好包包，好包包，务实的好爸爸。对，真的，真的很齐全哎。重点来了，真的高潮。对啊，港湖女神。港湖女神到底包包都带什么？其实你应该每天都是要这样外出跑奔东奔西跑的，你包包应该是要装很多东西。我刚刚想到说，哎，文轩啊什么都没放进来，太可惜了。哎，可是港湖女神里面也有金斧头跟银斧头。大部分我的东西都放车上，因为我平常下车只要不用带包包。这个是防狼，打小人的。这个就是头啊、脚啊，这很像磨脚皮打。然后其他大概就是因为我现在都4点多就要起床出门，然后到很晚，所以这个是可以吃补充体力的，就是人生必备。对呀，他这个就是一个启发，人生比当归还大，当归还要小条。对，然后这个是黄伟岸给我，他代言的喉糖，喉糖，因为我现在很烧香，所以你喉糖的用量很大，很多喉糖，笔那么多，你干嘛这么多笔啊？不是因为我现在很多人会找我签名。哦，那你自备笔。然后每次签完名回家，我就是都把笔带回去。然后我助理都说，为什么麦克笔一直少？然后每次带出门就我包包都是。哦。包括我那天在。所以你是有强悍的行为。人家找你签名，签完我就习惯性放在自己口袋，然后就带回家了。难得女神的包包那么的清简。因为我需要带1000多块出门。哇！勤俭节约，出门都有人请客，都不用自己。哇！不需要带钱，助理都会带钱，然后助理都会帮忙出。你的信用卡费才1200。那他出门都有人请客啊？这一张是都没在刷，然后他给我收1200，我现在正打算要去申诉。谢谢嘉玲姐，谢谢谢谢，希望你能够早日怀孕跟申诉成功。谢谢谢谢。其实这些妈妈的包包们，真的，你有想到就是说，这个结婚前的包包跟结婚后的包包，跟当完妈妈后的包包，真的内容物都不一样。对，对啊。所以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。那今天呢，这个精彩的内容，你都可以在哪里？在我们的听妈妈的话 FB 粉丝团看到完整版的内容，而且可以去哪里订阅呢？ YouTube 订阅我们的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对啊，而且要订阅、点按赞、分享出去啊。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，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你的笔掉了一支出来。